谢谢乐乐奶奶，谢谢，谢谢。有勺子吗？有。哦，这个。哇，这个不是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家乡的勺子，家乡。好大一个。好有食欲啊。米线不够可以再加。米线不够还可以加，够了够了，是够了。这老板真好，米线不够还可以加。有没有能吃一点的家人们，快来吃，米线不够可以加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家人们先吃，你们吃了，那我就开始吃了啊。阿紫回乐山了吗？对，我回乐山两天了，我回乐山两天了。家人们，这个头发这样子好看吗？我觉得我这样子就是很舒服，这样子我的头发很舒服。感觉很好吃，很好吃哎！我下次要多来这里吃，很好吃。我平时一直在这里路过，但是我没来这里面吃过，特别好吃，比那个路边摊、路边摆的好吃。放了一个很伤感的歌，我是来电了。太好吃了，家人们！你们下次来，我一定要来带你们来吃，真的是很好吃。留纪念，明年来乐山，真的吗？但是我明年还会不会在这里？我明年还会在这里吗？我明年在老家还是在这里还是在哪里？你们说我在哪里？明年？我看他们要快要下班了。下雨还有。明年我会在哪里呢？你们猜一猜。其实我吃饭很有食欲的啊，家人们，好好吃呀，好香呀。你们想听我今天为什么伤心吗？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说了，我说的话等一下你们又有的又这样说，有的又那样说的，让你们睡不好觉。明天我在哪里都跟着我是吧？好。这个去过，给大家分享。不分享了吧，不是好事。不是好事啊。好烫。烫死我了。慢一点吃，人家打扫卫生了，我要快一点吃。也是，这边不吃的。你们不那个？我们没有规定时间吗？我们十二点钟才下班。哦，那就好。我以为你们快要下班了。那我就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好的。不说家人们会更担心。哎呀，跟你们说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我怕说了你们会更担心。
你不说才担心呢，是吗？那我说了。今天其实有两三个事，今天一个事是工作上面的，一个事是家里的，一个事是我自己的事。然后加在一起我就有点伤心了，我就觉得我那么努力的生活为什么，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要说的扣一先送的墨镜，谢谢。口音那么多想，那么多人想听啊，那我就说了，一个是，一个是工作上面的事是，我不管怎么去争取，我看好的地、水果地都被别人抢走。知道吧？我不管怎么争取啊，都是被别人抢走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说气不气人啊？我为了找这个水果，这两天起早贪黑的，为了这两块水果地，起早贪黑的。但我不管怎么跟老板聊好了，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都会被别人抢走，所以我很伤心。然后那个老板今天还骂我了，所以我就有点伤心嘛。然后我感觉我在想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啊，我感觉我有很多病，要么就头痛，要么就这样痛，要么就那里痛，要么就这里痛，老是买药吃买药吃，我感觉我真的有好多毛病，知道不见吗？加上工作啊，然后又加上自己的这身体，我就感觉好累好累啊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个就不说了吧。这个就不说了吧，家人们。压力太大了，就这样。应该我不知道是压力大还是，我以前不会的，我玩了这个网，就抖音之后就这样了。我玩了抖音之后就这样。没有休息好，应该是的。没有休息好啊，然后就是。因为我很在乎家人们说的话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说的话我也会放在心里面去，所以我真的压力很大，真的想的事情很多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事情说了，你们会骂我父母的。我不希望我有人骂我父母。因为我是一个，说实话家人们，我干什么都不行啊，但是我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。真的，我是一个很孝顺父母，我以后我也很会，就是像孝顺我父母一样孝顺我公公婆婆。
所以呢，你们不要骂我的父母，我说了的话，你们不要骂我父母。对的，有人猜到了，他们叫我11月20号之前回家。我说我现在我工作做得很好，我想好好工作，我有可能过年的时候都不回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就咚咚咚咚咚跑起来了，就这样子的，然后被他们骂哭了，一个一个的接着骂。对，他们已经找好了，找好适合我的人了。他们说我愿意的话也都可以不看，都可以不看。你说我累不累吗？工作工作一边累。你先啊，就可以了。自己的私事私事一边累，家里的事情事情又多。好，我太难了，真的。说着说着，等一下我又有点想哭了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我说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。他们说又不是叫你一定要嫁给这个人，叫你回来看。他们说这个不适合，还有别的。这个不适合，还有别的。自己做主，好的，我会自己做主的。我说过了呀，谁对我好，我就嫁给谁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呀，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他们说带回来，我去哪里带了一个人？我骗他们的，我去哪里带一个人给他们看，租个假的吗？租个假的回去啊。回家记住是不能看我下架吗？因为我们的话，只要确定带一个人回去了，就要嫁给他，知道吧？要不要会丢人，会给爸爸妈妈丢脸，会被人说闲话。吃了，我下次还要来这里吃，是我今天一天没有吃饭的原因吗？好香啊！是不是鸡和面？是那个肉丝啊？是什么排骨？然后是炸好的，排骨，然后是这样炸好的。多喝一点汤，好。